什么鬼？我担心吗？你看你要煮了吗？你再烧上一下就可以煮了吗？那做到三十八七点。因为做好了，等于做好了，做好了就可以了。翻啊！我会跑掉一点啊。嗯，妈，你说你没学花语，那你学的是什么翻？对面从你那边看不是窗子吗？下面怎么不够长？有进来，翻你快点啊！拿螺丝刀挂，哎呀，有点严重。螺丝刀在上面，我。
算是失策了，失策了。然后一个小个的，还有一个大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三分，一个小的。哇，什么鬼？我看见吗？你看有要煮的吗？你再烧烧一下就可以煮了。那做了张十八线。因为做好了，等于做好了，做好了给你。那个跟那个不会哪一样的。冲出去吗？这个键是跟这键摆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这样转，它是算转，我们是算冲，对不对？算三，好的，冲出去了。对嘛？不要弄错了。嗯。然后这个是哪一个的？啊，这是算今天是对哦，这个在这样。是吧？啊，对。啊，对对。啊，嗯。给它先绑一点再去。我是怕等下太长了，你不要更长点吧，你不要更长点嘛。那小白，没事，你准备去写。我写错了。你这个脚，它这个只是绑一粒罢了，不然哪回它的咯？哎，哪回它的脚咯？可以吗？它的脚，他们是原本有洞还是自己开的？要自己开的，不行吗？我们也是可以开的吗？看哪，反过来的，给它站上来，站好来，这个脚在下面。它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它的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它这里是过的，因为它应该是过到这边来的吗？啊，过到这边来的，你把这边来一下，它过到这边来的。它是向下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我绑了一模一样的线，你先标注先准了，我们才跑去顺着原地下去干嘛？啊？我带你标注。我们已经装了。啊，我绑过一粒。可是它严装不是严装过这个铁的嘞。小喇叭。啊，那个歪压镜嘛。对哦，在这方向对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里。